跟你讲，我看了我脸红心跳，哎，我好紧张。有挑起你的欲望吗？你有没有打开抽屉拿出什么东西来？这个问题真的就像小 S 跟吴康仁的激情床戏一样让人害羞。小 S 和 T Melody 一起出席活动，被问到女儿们都看过了吗？这位妈妈竟然有过这种举动。我问我大女儿说，所以妈妈的戏你们应该不能看吗？她说，你还说不能看，你那天喝醉的时候一直拿那个画面说，你们看妈妈，你们看妈妈性不性感？然后我说，有吗？我干这种事情吗？超丢脸的。我只能说她很会亲，她会摆出的角度都是刚好摄影机拍出来会是漂亮的。因为有些人假亲的时候这边会镂空，她都不会有这种问题，她会给你这样整个罩住。没有亲老公啊，顶多就是说 baby I miss you I love you， 然后就睡。我们就算亲，也是他出门的时候会说 baby 我要走了。然后如果彼此都没有感冒的话，因为他 很怕被传染，如果都健康状态，就会这样碰一下。你们结婚几年了？已经十几年了，根本不会想要碰什么对方啊。I know， 我觉得你可以，我期待你下一部戏。因为我已经拍过床戏，我知道大家都是很专业在演，所以刘俊谦，来吧。更大，你说真的，你可以拖到哪里？你可以拖到哪里？射箭那种，不行啊，射箭不行、啊。三点全露，我也是梁朝伟。演电影哎，大荧幕，你就是小 S 电影明星哎。听过好像大 S 也是世界那个射界，对，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对，如果三点全露，我真的。你要突破姐姐啊！你那什么色情呢？色情狂的表情，你拍他有多恶心？你要突破姐姐。你的状态在戏里面，我觉得完全我看不到小 S， 我看到徐熙娣的 actor， 对一个常年就是在主持节目，大家都很不是就是很多年了嘛，很多年了呀，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这一路走来风风雨雨，谁没有苦呢？现在人生这么忙碌，我们又是工作又是小孩，我觉得你现在享受跟男生调情，但不要真的就是很快的进入下一段感情，暧昧是最好玩的。我觉得要会沟通吧，会沟通是什么鬼东西？如果他非常倾，非常会倾听，然后那边超小，你 OK 吗？这可能要再思考一下。